我們是在香港那邊的，所以之後街頭走到街尾，跟各位街坊朋友見面打招呼的。沒錯啦。 除咗夜光龍之外咧，咁仲有魚蝦蟹啦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陽啦、天燈啦、一串串嘅燈籠啦、紅燈籠啦。哇！節奏加快啦，開始喺度呢一個夜光龍嘅活力。 同樣喺度啊！係啊，同埋有節奏感啊嘛，係咪？冇錯啦。越順住個勢，個節奏速度快啲慢啲都唔得啊！真係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台前咧，我哋有鳳凰啦，鳳凰咧就帶緊住其他嘅鯉魚啦，蝦啦，蟹啦，星星啊，月亮啊，係啦，跟住尾巡嘅就係大紅燈籠高高掛，喜慶嘅日子就一定係掛紅燈籠噶啦。 祈福啦，係啦，祈福啦，許願啦，咁亦都係希望大家咧所許嘅福啊、願啊，都係可以實現。冇錯啦，個個心想事成㗎。